你该邀请的是婉婷，这样说话方便。但是我不太会。没关系，我带着你。 刷小 SP 机，客人都在呢。可是明明跳舞的人应该是我呀。行了你。里面是什么？是一张上海的城防图。城防图？确定？我确定。 莫公，这位小姐是？啊，我跟我前妻的女儿婉清，刚从日本回来。都长这么大了。我在日本的时候辅修了建筑学，那个上面有等高线地形图，还有上海周边的军事标识，并且连桥梁、道路的宽窄都记录得很详细，很明显是一张军用地图。但是跟普通军用地图不一样的是，每一个标识后面都有驻军人数，还有一些箭头。 我猜是进攻方向。糟了！你是不是知道那人是谁了？我妈妈的骨灰还在那儿。我答应你，一定把你妈妈的骨灰找回来。